屏东警方日前围捕涉及枪炮案件的嫌犯时，被拘捕的知名林姓男子开车冲撞，而当时警方连开了21枪，还是让嫌犯给逃跑。现在经过6天追查，终于在台南将他逮捕。休息站内，大批员警趁着两名犯嫌不注意，一拥而上，将两人压制在地。两名嫌犯狼狈落网，因为他们就是日前涉及枪炮案件遭到通缉，与警方发生警匪追逐逃跑的嫌犯。时间回到案发当时，11号晚上7点多，刘姓与林姓嫌犯在屏东基督教医院附近遭到警方围捕后，情急之下开车冲撞侦防车，警方连开21枪回击，榴弹还波及附近商家玻璃。两人开车进驶巷后，汽车弃械逃逸，之后就展开6天的逃亡生活，期间在屏东、高雄、台南以及嘉义逃窜。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，最后锁定犯嫌更换的车辆，终于在16号下午，台南新营服务区将两人逮捕。为防止嫌犯冲撞及避免伤及民众，因此一路尾随至国道1号新营服务区，趁犯嫌下车时，专案人员一拥而上，将两名犯嫌压制拘提到案。低着头不发一语，昔日嚣张气焰全都没了。两人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，最终落网被逮。至于嫌犯逃亡期间都在南部流窜，是否幕后有人帮忙，还有嫌犯枪械来源以及涉及哪些案件，目前都有待警方一一调查厘清。记者苏世伟，屏东采访报道。